近日有网友统计出五位当红一番小花的电影票房成绩，其中杨幂以超高票房领跑一众小花，而刘亦菲则成绩惨淡排名最后。大幂幂共计八部电影票房成绩合计23.077亿，光小时代系列就贡献了19.91亿票房，与鹿晗合作的我是正人也收获了2.15亿。大幂幂近两年的票房号召力在青年女演员中十分突出呀，妥妥的票房灵药。而我们的 Angelababy 则以合计12.1729亿的票房成绩排名第二。奔跑吧兄弟大电影收获4.3亿票房，为爱之渐入佳境和微微一笑很倾城也成绩不俗。周冬雨以合计8.664亿的票房成绩排名第三，与林更新合作的同桌的你贡献了一半票房，而影后制作七月与安生却只有1.67亿票房，而倪妮票房成绩大多一般，合计3.8156位列第四，与男友井柏然合作的等风来却只收获0.7956亿票房，而刘亦菲票房成绩合计1.7271亿位列最末。神仙姐姐主演的三部电影夜孔雀、第三种爱情、露水红颜票房都不过亿，观众似乎对刘亦菲的作品并不买账呢。猛国捞新闻，一番小花们的票房成绩有高有低，但我们大幂幂的票房号召力还真的是绝对领先呢。报道。